这群里这么多从何而来？我在群里不想讲话，因为我刚进来。我想问问你，300年内，谁侵略了400多万中国领土？美国人拿走你一寸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侵占你领土杀中国人的人，你觉得他是爹吗？天生骨头是贱的。美国人拿走你一寸领土吗？回答我。占了你的领土，抢占你的家园，杀你的同胞，你觉得他是爹，你还要支持他？请问你的大脑里装的都是大粪吗？中国历史近代史读到钩子里头屁股里头是吗？八国联军有没美国？当然有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庚子赔款？美国人把大清赔的白银一两都不剩，没有流到美国。他建立大学，建立医院，让中国的人到美国去留学。他觉得中国人缺少文明，有了文明，有了知识，大清就会改变。第一个不拿走中华一分钱的是美国。你知道吗？这里仇美仇日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了解历史吗？去看看庚子赔款，去看看清华大学谁建的，去看看他们建立了多少医院。狗球毛不懂，在这儿喷什么粪？美国人把你的战争赔款全花给中国人，他没带走。后来他影响了法国、英国，英国、法国也觉得，哎，咱有点过分了，行，咱也让中国人到英法来留学，学知识、学文化，这才有了后来。美国人是先驱者，美国人没有拿这个钱，你赔偿的钱，然后来揍中国人，没有。协和医院美国人建的，清华大学美国人建的，你还怎么骂美国人？回答我，那连猪都不如。我就不说抗战了，没有美国人，你打得赢吗？你打得赢日本吗？你们这帮猪，这帮奴才，这帮蠢货，我问你，二战没有美国，中国打得赢日本不？回答我。那个驼峰航线，为了从滇缅那边给你运送物资，美国摔了3000多架飞机，死了2000-3000个美国飞行员。你知道历史吗？你知道你就是一愤青。你知道个你这种人连他妈活着都不配。中国人上不起学，谁中国人看不起病，让中国人养不起老，美国人吗？你们这帮喷粪，我退群了啊！真理与邪恶不可相容的，绝对不容。你们全脑残，活在中国一辈子，哪一块土地是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房租交了没？贷款还清了没？还在这喷粪呢？你连人都不是，你就是个杂碎。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，你花钱花高价买了一栋房子，使用权只有70年，建好离你交到手里又他妈折了损了20-30年，替统治阶层在呐喊，有救没救？你孩子上不起学，你怪美国和日本吗？你生病了看不起，怪美国和日本吗？生病，我告诉你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，都怪日本是吧？怪美国是吗？我问问，大脑里是从猪大肠里生出来的是吗？我跟你们这些人类杂碎没办法好好说话。我冷静了，看了你们发的帖子，你们的大脑就是猪大肠里生出来的，连人类都不是，杂碎，还他妈口口声声统一台湾。台湾一个农民一个月的退休金7500块人民币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有退休金吗？作为一个农民，你们这帮傻中国的农民退休金有没有200块？告诉我。
你没有，你统一退休金有7000块的台湾，你们是不是脑子被他妈驴踢了？一个侵占了你400多万平方公里，半个中国的俄罗斯，你们支持他，你们是不是人生的？你告诉我，一个没侵占你一寸领土，帮助你打赢了日本法西斯，美国，你们骂他，你们他是不是人类？我就问问你，是不是人类？你们这帮杂碎！改革开放来到中华大陆最多的企业，台湾、美国、日本，对不对？没有他们，快饿死了。改革开放40年，谁给的？台湾、香港、美国、日本最多，别的国家不算。为什么不知道感恩？你整天骂人家，你脑袋里装的都没有大脑。对你好你就骂是吧？好，人家走了，你失业了没饭吃，然后骂谁呢？回答，骂谁呢？这是富士康养活了100多万中国人吃饭的饭碗，他走了，深圳、郑州都在搬迁，成都也要搬，你骂谁？人家走了，你骂谁？你也是个人，孩子上不起学，怪美国、日本吗？你买不起房，怪美国、日本吗？你看不起病，怪美国、日本吗？你养不起老，怪美国、日本吗？美国、日本在这方面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OK， 说句实话，我希望你们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。你们想想，打你爷爷辈儿开始，到你父母辈儿，到你这辈儿，还有孩子辈儿，这一切苦难谁造成的？你如果告诉我是日本和美国，脑袋里长的都是不是大脑？想想这苦难是谁造就的？你们这帮傻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人类的生育权是天赋的，谁不想要有儿有女一辈子？你强制的管我生殖器，我只能要一个儿子，就是独子，女儿就是独女，管了我几十年，对还是不对？他连天赋的权利都剥夺你，怪美国、日本干的。我脑袋里是不是积的是？现在好了，没韭菜割了，生育率负增长。现在让你生二胎、三胎，你那还管用吗？回答我，生你生，老子躺平了，不生了，好不好？管我生殖器的是你，放开我生殖器的还是你？我生殖器到底长在我身上还是长在你嘴里呢？看看民主发达国家，提高生育率只有一招，就是降低养育成本，生一个孩子，国家给什么样的福利，第二个给多少，第三个给多少。一般发达国家，第三个都是政府养，不用你花钱，他鼓励你生育，就这欧美人都不干，为啥？养孩子累啊，你我都是人，当爷爷辈儿，养孩子累不累自己知道。你们这帮傻孩子给老赵家歌功颂德，我能说你们什么？你们连人都不配。 OK。